资深音乐人口述历史 Camera。现在是休息了嘛，对不对？没有，现在开始拍了。现在开始拍了哈。OK。哇，其实那一天应该算是我的 lucky day。飞起来就直接的往那个舞台前面走过去，现场的桌椅全部粉碎。每个人都问我，你为什么叫海的女儿？艺人本身就道菜呀、啊，你要往她身上加料嘛。我们会用纸箱来当大鼓这样子，钥匙圈当风铃声这样子，用钢琴模仿雨滴的声音，就一股脑一个热情，把那心里面累积的东西全部爆炸出来。一句歌词录了大概一个多小时，这是你最好的版本吧 ？David， let's not quit， let's keep going。忽然，整个市场就有一个很大的变化球进来。台湾第一个电脑数位的录音室。对于创作这件事情，你准备好了没？十几万张、二十万张、三十万张，我当时是爆哭。刘德华后来跟我说：“怎么办呢？”需要有这样子的做创作的人，就是够胆去尝试。我知道我这样讲，大家就会找来听的。我劝你不要。